种田先，完了回来太晚了，我妈早上她又不舍得叫我们起来，就将近九点钟了，我们起来就跑过来，还一点，等她种完嘛，因为她自己一个人，我儿子也来了，她在下面那里跟我爸。妈妈帮我打开。你干嘛？那个手里面有什么？这是小蝌蚪。你是来玩的？嗯。它小蝌蚪。放生啊，给它在田里面抓害虫啊。妈妈把小蝌蚪放这里。今天刚好周末，要免带。明带大家带来给妹妹一起种田了。这种岸上经常有小蝌蚪哦。哇，撒点肥料给你，让你乖乖长大。你能搞两公里？要搞翻了。我要上山哦。你要老高了，对不对？你还玩呢、啊？你把这里你看都踩的都是坑，不种你又回去。我就种。嗯。打。什么小？我长完了。不会弄个瘴气？我打过去哦。那么难教了嘛？要慢慢，知道吗？来，那你就种了。不用种下去那么深，远一点再近了。耶，你等一下，我叫我怎么叫，把它封起来完了。OK， 不行，你那个你，不想跟你了。哎呀，这黏黏的，就这一块而已，半个小时这样应该。哇！有一只螃蟹。拿那个铁的点。我有螃蟹，妈妈有螃蟹。我们撒到里面来。有几只？有一只。我看。哇，那么大一只啊！有，那夹你，还不敢夹。我是鲁扣，一起抓螃蟹。妈妈，你帮我拿去哪里放？你自己拿不得吗？咚咚一下下耶，都是小声。你看它进土里面去了。在哪？找不到了。在哪？在土里面。在哪个土里面？在泥巴里面啊！刚才你放在哪里了？哪里？你浮起来了，看见没有？哪里？你又埋进去喽？这里呀、啊，笨蛋，这里。往里面挖，在这一段，哎，起来了，看见没？这个不是吗？狙狙蟹，走。让我们拿去冲洗。你看，十来分钟的时间，十分钟这样就搞定到这里了。很快的，种完这一块就没有了，加油吧、哦！小意思啦，你以为像以前插秧啊？加油！加油！好累，那水要弄累，拉不出来没关系，再拿放个屁。你这个，哦，这里有一只螃蟹，没看见没？洗白了。什么东西？西北是什么意思？
你不要去踩人家的点，我跟你说，等一下人家过来嘞，我不管你了吗？要打你我就不管了吗？你玩够玩腻了是吗？没有。看我冰嘴兽吧。80度，才80度啊。妈妈，你看我。这个手，那里都密完了，你自己看，那里那么多。你看你这样是叫包秧吗？搞到一起去喽。我一点。不给了，拿来玩。一点吗？一点。亲我，你知道，你再不爱我。哎，不要搞湿我的裤子，等下回去要讲讲了，不要弄泥过来哦。爸爸。嗯。我们种田那么辛苦，那我们不要浪费粮食。嗯。那你以后你打饭你要吃完呢。嗯。好了。Thank you.